我问他说，不是，他是温和，他是问他的意愿，你也被听。我帮你要了，你知道四十字？那是叉叉。他是虔诚的佛教徒。佛祖跟耶稣打字，我是一个释迦牟尼佛。你吃得出来也蛮厉害的，那你是个释迦。结果他们就有释迦了。太强！太强！